Hello， 各位美丽家人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那今天选在车子里面拍这个主题呢，是因为从小就很喜欢坐家人开的车，然后只要坐车就可以睡得很好，很有安全感。这次的新专辑叫《大小说家》，那这一次我觉得是，真的很希望，就是以前没有听林宥嘉音乐，或是还没有喜欢上林宥嘉音乐的朋友，可以来试试看听我这张《大小说家》，希望你们可以从这张专辑开始认识林宥嘉。